DSC 2019 ICT Paper 1 A MC 第一題，呢題當年只有44% 考生答啱。咁呢題問問關於 tools complement 嘅 binary code， 問下邊1、2、3咧邊一個係啱咧？一咧就講咧，當電腦做緊 arithmetic operation， 即係做啲加減乘除嘅時候咧，係唔會產生 overflow errors。咁呢個好明顯都係錯啦，因為如果你做運算嘅時候咧，例如將兩個數相加咧，得出一個結果咧，大過佢能夠表達嘅 range， 就會產生 overflow errors。好，跟住睇下第二啦。佢如果8-bit 係 tools complement 咧，最大嗰個嘅 bit pattern 就係0111111，咁呢個啱唔啱咧？嗱，咁佢要最大啊嘛，最大即係要正數啦，正數咧就零行頭嘅。啊，八 bit 咁咧，後邊咧就要填翻7-1啦。咁我要最大啊嘛，因為我知道呢個1位、2位、4位、8位、16、32、64，咁所以一定係攞盡曬啲一，咁咧先得出一個最大嘅正整數。咁呢度順便計埋啦，其實呢個就係正127，咁所以咧二呢個咧答案咧係啱嘅。好，第三個8-bit number 最小嗰個數咧就係8-1。嗱，留意佢係最小嗰個，咁最小好明顯係要 negative numbers 啦，即係負數，咁一定係一行頭。咁後邊咧填翻咧就有7-1啦。咁我哋記得咧8-bit tools complement 咧有個捷徑嘅，咁我哋知道呢啲位值啦，嗱1、2、4、8、16、32、64。咁呢個咧負一咧，呢個一位咧。其實就是負128嚟，咁後邊依7-bit咧就係正數嚟嘅。咁而家我要最細喎，即係-128加幾多要得出個最細嘅數咧？咁啊，梗係一個正數都唔好加啦。所以咧，依度應該係攞翻7-0嘅，依個先係最細最細嘅數。咁即係咧-128。咁頭先依個咧就8-1咧就肯定唔啱嘅啦。依個要係錯緊嘅，因為咧。其實呢，如果你想計佢嘅 value 呢，呢個就係-128+64+32，全部加曬啲位值。咁其實呢個呢係-1嚟嘅。所以題嘅答案呢就係 B for boy。好 ,DSC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六題。咁呢題呢當年都係得 49% 考生呢係答啱。咁呢題呢問呢關於 database table 呢嘅 design。咁例如呢度有個 student table， 咁佢有3個 field 或者3個 column， 分別係 name 啦、SID 啦同埋 class。咁呢度一堆學生名啦，一堆咧 SID， 咁可能係 student ID 啦。咁呢度就班名。咁而家題目就問咧 ，SID 即係應該係 student ID 啦，究竟有咩可能嘅嗱 possible 嘅 data type 數據類型？咁留意係可能喎 ，possible 喎。咁啊，逐個睇啦，一。integer 整數嗱，咁可唔可能咧？我哋睇 SID 咧，依幾個嘅 number 18110睇到好正常啦，09544176230608，咁基本上都係一個五位數嘅。咁啊，留意咧，依度有個零行頭，我哋叫做 leading zero 嗱，依個咧我哋叫做 leading zero。咁如果咧係整數咧 integer 咧，依個 leading zero 係唔能夠存在嘅。即係咧，換句嚟講，09544咧，如果你用 integer 去 store 佢咧，佢只能夠 store 到9544嘅啫。又或者06308，如果你用整數去 store 佢咧，就只會 store 到6308。所以一咧 integer 咧係 impossible 嘅。好，第二 character， 咁呢度千祈唔好誤解咧，佢係得一個字母啊。呢個 character 咧可以有幾個字母都得嘅。咁我哋叫咧幾個字母咧，通常都叫做 string 啦。有時咧有啲 database 叫做 text 嘅。咁啊 string 咧好明顯就可以 store 到 SID 啦，用咁樣嘅格式啦。所以幾明顯咧，依個係 possible 可能嘅。好，三 boolean data type 即係咧只有 true 或者係 false 嘅 data type， 得兩種狀態嘅啫，一個 binary state 嘅 data type。咁啊，好明顯呢個就唔得啦嘛，因為呢個數字嚟噶嘛，呢啲啊咁多個位嘅數字，咁基本上咧就唔可以淨係得兩個狀態 true or false 嘅 boolean data type， 所以咧呢個唔得嘅。所以答案咧只係 two only 嘅啫，就係 B for boy。好 ，DSC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七題，咁呢題咧只係得33% 考生答啱。咁佢係承接第六題嘅，就有個 student table 啦，呢個係一個 table 嘅設計或者 design。咁咧，而家將個 student table 咧
export 輸出咧，變成一個 spreadsheet， 例如 Google Sheet 啊、Excel 啊或者 Mac OS 嘅 Numbers。咁而家問你啊，喺 spreadsheet 邊一個 function 或者邊個 feature 咧，係 similar to this 呢個嘅 SQL command。咁啊 ，database 咧呢啲係常見嘅 SQL command 啊 ，SQL。嗱呢度係 select class const from student group by class。咁呢度會出一個結果嘅，會出一堆嘅 result 出嚟。咁但係咧對應翻 spreadsheet， 究竟邊一個 function 係會做到呢一個 SQL command 嘅結果咧？咁就當然啦，我要先了解呢個 SQL command 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咁啊，佢會 select 咩啊 ？select 個百名啦 ，class 啦 ，const 即係所有有幾多個 record。咁啊 ，from 個 student table， 呢個當然啦，我哋得一個 table 啫。咁留意到係 group by class， 用班名咧將佢分組嘅。咁嚟呢度咧都冇個 where clause 嘅，即係冇 where， 即係唔會落一個 filter 嘅 condition。咁啊，純粹將啲班名，譬如 let's say one A 啦，呢度 one A 啦。And then 2A, 例如 2C, 3B, 咁最後咩？你呢度係 count star 嘛 ，count star， 咁所以咧，可能呢度譬如有五個啊、六個啊、十個啊、八個諸如此類。咁呢度純粹又點一點咧？每一班咧總共有幾多人喺度？好，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個結果嚟㗎啦。即係你 run 住呢個 SQL command 咧，就出個咁嘅結果。咁啊，邊一個嘅 special function 可以出到呢一個結果咧？咁我哋逐個睇啦。A sorting 嗱睇落都似層層嘅喎，嗱有做 sorting 啊嘛，咁但係呢度仲有數嘅，咁似乎咧就即係做到一半嘅啫，嗱因為咧其實 group by 咧即係有啲 system 咧都知道做埋 order by 嘅，即係 sorting， 咁但係咧就數下咧每班幾多人咧，淨係 sorting 係唔得嘅，所以我當佢又睇下點先啦。好 B 啊 formula cell references 即係咧嗰啲。公式咧，即係 special 啲公式咧，嗰啲 cell address 嘅 reference， 咁呢個好明顯咧，就同呢個嘅 grouping 啊，或者咧即係數下每班幾多人咧，都冇關係嘅，嗱做唔到嘅呢個。C 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呢個更加冇相關啦，點解咧？因為呢個係講緊將一個 application 嘅 data 咧當作 object 咧，楞落去又好 ，embed 落去另一個 application 嗰度嘅技術，咁所以呢個咧就同呢個 group by 咧，即係屬於啲。grouping 嘅 data 咧冇關係。D 最後啦 ，pivot table 咁呢個啱曬。咁或者 spreadsheet 嘅 pivot table 咧，可以將一啲咁樣有好有 structure 嘅 data 咧，將佢係分咗組啦。另外咧數翻每一組咧有幾多人喺度，咁咧就呢個根本就 pivot table 嘅最重要嘅目的。所以答案咧應該係 D 多。好 ，DSE 2019 ICT paper 揾你 MC 第十三題。呢個題當年咧都係得52% 考生咧係答啱。咁呢條題目就問咧，當我哋製造或者 create 一個 self-running 嘅 presentation 啊，重點係 self-running， 唔係淨係 presentation， 佢自己會 run 嘅。跟住個 timing 咧，去 run 一啲 slides 啦 ，show 一啲相啦，播一啲片啦。咁啊，製作過程裏邊咧，邊一個係最唔重要咧 ？template、slide layout、插相同埋 index。咁你逐個睇睇啦，嗱 A template 就係呢啲啦，譬如我哋整咗個 presentation 啲 slides 咧，有個 template 嘅嘛，譬如可以揀唔同嘅即係 theme 咧，所以咧即係譬如 set 唔同顏色啊 layout 咁樣。咁基本整 presentation 咧都需要用呢個 template 嘅啦，無論佢係咪 self running 都好啦，咁所以都基本上呢個都係需要嘅啊。咁另外 B 啦，咁啊 slide layout， 咁每張 slide 都有個唔同嘅 layout 啦，譬如啲標題啊。有冇相啊？插相嘅位置，咁呢個都明顯都係需要係用 slide layout。咁啊，插相咧 ，C insert pictures， 咁呢個都係好明顯，整 slide 咧都需要用嘅東西嚟嘅。好，最後 D 啦 ，index 啊 ，index 咩咧？比較少用嘅，就係你有張 slide 咧，可以 set 啲 hyperlink 喺度。咁你俾人 click 落去咧，可以跳去某個即係 presentation 嘅 slide 某個位置。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目錄嘅作用。嗱，咁如果喺self-running 嘅 presentation 裏邊咧，呢、這個 index 咧就冇乜需要咯，因為咧呢、這個 index 諗住你整即係 interactive 噶嘛，諗住即係有互動性喺度嘅。咁而家佢係 self-running， 即係唔係好需要互動啦嚇、啊，自己 run 嘅咁樣直播，即係齋單向播放嘅啫。所以咧 D 咧係可以話最唔重要啦，呢、這個 interactive 嘅 index 嘅功能。DSE 2019 ICT paper 揾你 MC 第十五題，呢一題咧只有52% 考生咧答啱。咁咧題目就問啦，
關於 CPU 入邊咧有個 component 叫 ACC accumulator， 究竟咧下邊咧 A B C D 邊一句嘅句子係啱嘅咧？啊 ，CPU 入邊嘅 accumulator， 咁而 accumulator 其實喺幅圖裏邊咧邊一個位置咧？咁呢個就 ALU 啦 ，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 負責做計數啦、邏輯運算。咁咧就 ACC 喺度，呢個就係個 accumulator。咁啊，當 ALU 係做完運算啦，譬如咧加減乘除數啊，比較邊個 number 大細啊，做完 and or not 個 operation 之後咧，咁咧嗰個暫時嘅結果咧，佢 store 喺個 accumulator 嗰度。而隔離呢個 status register 就會記錄低咧，一譬如一啲運算嘅情況，譬如有冇進位啊，有冇 overflow error 咧，依度會記低咗嘅。咁所以咧，換句嚟講咧，個 ACC 咧其實就係好似一個 register 咁樣咧，一個 memory 暫時記住嗰個計數嘅結果。所以我哋睇答案 A 咧 ，ACC 咧 used by ALU for calculation。咁呢個咧表面係啱嘅，因為你直接係俾 ALU 去運用去做 calculation 啦，嗱 store 住嗰個計數嘅結果。咁但係我哋繼續睇埋 B、C、D 咧，有冇啲更加精準嘅答案？咁啊 ，B ACC used by control unit 嗱 ，control unit 咧喺依邊嘅 ，CU 咧就依度。咁基本上 control unit 入邊咧，譬如啲 program counter、instruction decoder、instruction register 咧，同 ACC 都冇乜直接關係嘅，冇乜直接溝通。佢咧亦都唔會攞嚟 store 咧個 memory address， 所以咧 B 咧都幾明顯係錯嘅。跟住 C 啦。咁咧 ACC 咧係 store 嗰個 next instruction 嘅 address， 即係裝住咧下一個要做嘅指令咧嘅位置或者地址啊。咁呢個絕對就唔係 accumulator 嘅角色嚟嘅，唔係佢個 role。咁咧就其實有另一個 component 做依樣嘢嘅，就記住下一個 instruction 準備 execute 個 instruction 咧嘅 address 咧就係記喺個 program counter 嗰度，即係個 PC 嗰度。個 program counter 就負責做依樣嘢嘅。咁啦，佢嘅目標啦，目的咧就係要 keep track 住一個 program 究竟 run 到邊一個嘅 instruction。咁而 D 啦 ，control bus data flow 控制咧嗰啲數據嘅流向。咁呢個好明顯都係 bus 做嘅嘢啦，即係就唔係個 accumulator 做嘅，所以呢個都係錯。而我哋指嘅即係 bus 咧，就依啲啦，依啲嘅電線咧就係有 data bus 啦。其實亦都用咗一種叫 control bus 嘅。咁所以歸納嚟講咧 ，A 係最正確一個啦，咁所以當然啦，其實 ACC 咧更加精準嘅即係作用咧，就係裝住嗰個暫時誒計數嘅結果，或者比較兩個數據嘅結果。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十七題，依一題咧只有38% 考生咧答啱。咁啊，題目就講咧 ，Peter 有一張咧 concert 嘅 e-ticket 係用咁樣嘅形式咧去 present 嘅，咁啊基本上一個 barcode 或者準確啲咧 2D barcode 二維碼或者叫 QR code。咁而家題目就問下邊一二三咧，邊一句句子係啱嘅？咁啊一，佢話咧，即使個 QR code 或者 2D barcode 咧係損壞咗 damage 咗，佢入邊咧儲嘅 data 咧 information 咧，仍然未被 decoded， 即係可以被解讀嘅或者 read 得到嘅。嗱，留意呢個 keyword 啊，係未被喎，係可以得，咁即係暗示咧都可以唔得嘅，但係咧唔係絕對唔得。咁我哋睇睇個 QR code 咧，或者二維碼咧，嗰個 structure 個結構，咁基本上咧真係有一個 error correction 嘅部分 ，data and error correction keys， 即係有少少錯咧，佢基本上可以 recover， 可以還原嘅喎。好，我哋嚟個示範啦，咁嚟呢度咧，佢個 QR code 啦，二維碼啦，咁入邊咧就裝咗維基百科嘅網址 wikipedia.org， 咁理論上咧，我就只係需要咧就係撳一撳呢個。歌曲嗱，咁啊真系跳咗去 Wikipedia 嗰個網頁。咁而家咧，假設我想將誒個 QR code 咧，即係畫翻個少少啊，少少少啦咁樣。但係我用紅筆咁咧，同壓佢少少啦，畫翻咗。咦？我放個鏡頭埋咧，佢都仲揾到 Wikipedia.org 個網頁喎，仲指住佢喎。再撳落去咧，仲去到噶啊！咁當然咧，話去到幾污糟，即係 damage 出幾多先至完全去唔到咧。我哋試下啦，我要幫你畫多幾畫。咦，似乎唔得，誒仲得喎，再試畫多幾畫啦，唔得啦，係啦，太多係唔得嘅，即係少少 OK 啦，即係都係去到幾多 percent 先至會令到佢失效咧。咁啊要慢慢去 research 下，咁但係咧太多係唔得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咧，少少 damage 係 OK。咁我哋翻返嚟呢度啦。咁所以一咧有啲 damage 咧係 OK， 未被 decoded 啦。留意個字眼
未必咧，唔好話絕對得嘅，但係咧係可以得。咁啊，二啊個 QR code 咧，只能夠 encode 咧，只有一種嘅 data type， 例如數字。咁呢個好明顯係錯啦，因為咧就基本上佢好多 data type 都得嘅，譬如文字啦、數字啦、hyperlink 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唔係單一嘅 data type 嘅一個即係裝資料嘅方法。三咁咧就 QR code 咧 can be scanned in maximum three direction， 即係最多用三個唔同嘅角度咧去 scan QR code。咁喺嗰度明顯都係錯噶啦，呢個即係咧肯定多過三個方向。可唔可以話無限方向就未必即係咁絕對，但係咧係可以好多唔同嘅角度去 scan 咧，都可以 scan 到嗰個 QR code 嘅。咁呢度點解佢特登強調係三咧？有可能咧，因為個 QR code 咧即係有三個呢啲咁嘅 marker， 呢三個 marker 咧佢要嚟做定位嘅 position。定位等你可以呢就是个手机譬如手机 app 呢可以认到 QR code 嗰个嘅位置。咁但係 scan 呢绝对可以多过三个方向去 scan 佢。所以答案呢就 one only 啦，就係 A for Apple。BSC2019ICT Paper 1A MC 第18题。咁呢题呢嘩只有 30% 学生答案。即係大部分都唔識㗎。咁就問你下面有四個 system： real time system、single user system、batch processing 同埋 distributed processing。邊一個咧係 depends on 即係依賴咧個 network 嘅 connectivity， 即係咧個 network 嘅 connection 咧係好依賴佢嘅，冇咗佢咧就運作唔到噶啦。咁你做個 system 睇啦 ，A real time system 即係實時系統，即係話咧嗰個電腦系統咧係俾到你即係 instant responses。即係你俾 input 俾佢咧，佢俾個 feedback 俾人咧，係 feedback 到個好短時間就俾翻一個 feedback 俾我哋，咁呢個叫 real time system。咁咧航空業啦、運輸業啦，或者 VR 系統咧，或者股票市場咧，佢哋全部用都係 real time system， 因為咧嗰個 data 咧或者 feedback 咧 update 得快咧，咁啊會增加個航空嘅安全啦，或者咧就係數據 update 得快咧，股票市場啲人做錯決定嘅機會又會細啲。咁你話依個咧依唔依賴個 network 嘅 connectivity 咧？你又不可以說它不依賴，也不可以說它即依賴得很重要，即有些關係。但是我們記住 real time system 的重點呢是說一個即很 instant 的 response， 即是很快有 feedback， 重點呢就不在一個 network 的 connection 那裡，它可能也有用 network 的，但我們給它一點先。好，第二個 single user system， 即說明呢個 system 呢只有一個 user 去用而已，咁明顯咧，依個咧同 network 咧冇乜太大關係。部電腦得一個人用，係嘛？咁啊對住部電腦咁咪用得咯。咁咧同個 network 咧即係冇乜明顯直接嘅關係，都冇講明咧係好需要依賴咧個 network connection。因為佢講明係 single user， 即係個重點係得一個人用咯。咁跟住咧 batch processing 啦，應該咩嚟嘅咧？其實佢個重點或者核心個概念咧就係話。你將好多個 user 嘅 job 咧，嗰啲 job 咧，成個 batch 咧儲起佢先嗱，跟住咧就去即係將佢用個電腦去進行處理，即係一個一個 batch 去處理。所以個 system 嘅重點咧係話將啲 data 咧，你一段時間將佢儲起佢嘅，唔係話即刻 update 嘅，唔係話要 instant response 嘅，你係要儲埋佢一段時間，跟住咧，哦，譬如到月尾啦，要處理一堆嘅數據啦咁樣，譬如銀行的月結單咁樣，一個月做一次咁樣，咁呢個 batch 咧就擺落個電腦去處理，咁啊跟住將佢引出嚟。咁所以 batch processing 嘅重點就係 batch 啦，嗰啲 data 咧唔係即刻 update 嘅，有 delay 嘅。個電腦咧淨係有個 batch 喺度咧，要做工作咧，有嘢做咧，佢先運作嘅啫。咁所以咧呢個同 network 嘅 connectivity 咧又冇乜太明顯關係。好，第四個啦 ，distributed processing。即係所謂咧分佈式或者分散式處理，即係有個 job 咧會分散俾唔同嘅電腦咧去分工合作去進行去 process 同一個 job 嘅。咁最簡單一個例子就係啲 online game 啦，即係啲即係網絡嘅遊戲啊。譬如大家一齊去打大佬咯喎咁樣啊，咁啊即係好多人分工合作一齊做噶嘛。譬如如果 A、B、C、D， 大家屋企用自己屋企嘅電腦咧，就係一齊去。可能在同一個 network 裏面咁咧就 load 同一個 program 啦，咁跟住咧一齊去 achieve 同一個 mission， 完成同一個 job 一個 goal。咁個過程裏邊咧，每一個電腦都有分合作嘅，真係嘅。每個電腦都有個processing 嘅即係 workload 咧，交託咗俾佢哋。
咁樣就所謂叫 distributed processing。咁所以你問呢個咧，同 network connectivity 有冇關係咧？非常密切有關係啦，仲係非常依賴佢咧。如果你冇 network 咧，根本就做唔到 distributed 嘅，係咪？即係你唔能夠分散一個 job 咧，俾好多部電腦一齊做。咁所以咧，呢個就係絕對 depends on network connectivity。而個字嘅意思啊 ，distributed 嗰個核心精神咧，就係話佢要分散啊嘛。你分散嘅嘢，咁點樣去 coordinate 大家合作咧？你一定要靠個 network 先得啦，係咪？我哋憑個字嘅字面嘅意思咧，都可以理解到咧，佢好需要咧 network connection。咁當然咧，我哋可以話 real time 都需要嘅，譬如個飛機咁樣，好明顯都需要 network 啦。咁但係個核心精神嘅重點係 real time 嗰度，啊個 real time 就係、是、啊佢要實時去 update 啲資訊，好快有 feedback。咁所以咧 ，D 呢個答案 D 咧就比 A 咧更加即係準確。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19題，依一題咧都係得 38% 考生咧答啱。咁呢題問咧唔同 computer device 例如 SSD 啦、memory cache 同埋 RAM 咧，佢個 data transfer rate 叫你排成 ascending order， 即係由細至大排列，即係由慢至快啦，由低速排到高速。咁而 data transfer rate 咧就講緊咧即係啲資料咧傳送嘅速度。咁留意呢度三樣嘢咧，都係屬於 electronic 嘅，即係咧大家都係電子方式咧去傳送嗰啲 data。咁咧係冇 mechanical 嘅，即係佢冇譬如傳統嘅 hard disk 咧，即係 mechanical pass。所以基本上咧，即係三個咧都係快，不過問題咧邊個係最快，邊個咧係冇咁快。咁我哋可以用咧睇下佢個 storage 咧，究竟係屬於佢係 primary 啦，還是係 secondary 咧，去判斷咧佢嘅速度。咁 primary 一定係快過 secondary， 咁譬如 SSD 咧係 secondary，RAM 咧係 primary， 咁另外 memory cache 咧都係 primary， 咁所以喺度比較啦，咁咧就係 secondary 啦 ，primary， 咁所以 SSD 咧一定係最慢嘅，呢個咧係最慢。咁啊，剩翻呢兩個 primary 去比較啦，咁啊 RAM 快啲啊，定係 memory cache 快啲？咁我哋知道咧 ，cache 呢個字嘅意思咧，其實係佢代表嚟 high speed memory 高速儲存咧嘅記憶體。咁話明 high speed memory 咧，即係比一般嘅 memory 即係 RAM 咧更加高速，所以 cache 一定係最快噶啦。所以第二個答案咧就會係一啦，最慢就 SSD 啦，跟住咧第二個就係 RAM 啦，三啦，最後咧就係、是。二係最快嘅啦 ，memory cache。咁我哋順帶嚟解下 cache 究竟做乜嘢嘅咧？咁其實就係講明係快速記憶體咧。咁啊，專係要嚟提升呢個 CPU 咧個 operation 嘅速度。因為 CPU 咧同 RAM 嘅嚟嘅 RAM 啦，同 RAM 比較咧 ，CPU 嘅做嘢速度咧係仲快嘅。咁我哋可以寫會嘅最快啦。咁而 RAM 咧都係快嘅啫，係咪 ？RAM 咪快啦。咁所以咧，最快咧同快咧係有個落差。有陣時咧，個 CPU 做嘢太快咧，啲 RAM 咧唔夠快咧，佢跟唔到嘅，跟唔到 CPU 咧做嘢嘅速度或者個節奏。所以咧，啲人咧諗下點樣提升咧個 CPU 做嘢速度咧？不如喺中間咧擺多啲 memory cache 一啲高速記憶體，佢唔係最快嘅，佢係最快嘅啫。咁變相咧，佢做嘢 cache 做嘢速度咧，同個 CPU 咧。不是說相差得那麼遠，即是沒有比 RAM 相差得那麼遠，所以 CPU 呢當它要找資料的時候呢，它先在 cache 那裡找，先找得到呢它就立刻拿來做，在 cache 找不到呢先在 RAM 那裡抄， RAM 因為更加慢嘛，所以 cache 通常的目的是裝著呢個 CPU 最常用的 data 呢就放在 cache memory 那裡，那就 CPU 的效能呢就會大大提升的了。咁所以咧 ，cache memory 咧就好似我哋書台嘅台面一樣咯。我哋最常用嘅工具啊，或者文具咧就擺喺台面噶嘛。咁咧啲冇咁常用嘅書啊、字典咧就擺喺個書架度嘅 ，RAM 就係書架啦。咁咧，譬如個 CPU 就我哋自己本身啦。我哋想揾嘢嘅時候咧，喺書台度揾啦，書都揾唔到咧，先喺書架度揾噶嘛。咁所以咧 ，cache 用途就係咁樣。咁但係 cache 有個限制就係比較貴啲啦，貴啲咧變咗個 storage size 會細啲，即係咧。同個成本咧係有關係，而 RAM 啊慢啲啦，但係容量亦都大啲啦。
咁好啦，講到呢度啦，咁所以最後呢題答案咧就係 A 啦。好 ，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二十題，咁呢題咧有44% 學生咧係答啱。咁呢題就問咧下邊1、2、3樣嘢咧，邊一個係嗰個 operating system 咧嗰個主要嘅 network 嘅 function？ 咁呢條題目咧係典型問一條都關於 operating system， 例如 Windows 啊、MacOS 啊、iPadOS 咧、啊。它主要的角色啦、個 role 啦，同埋咧有啲咩嘅功能咧提供。好，一個 OS allow 容許咧嗰啲電腦咧可以互相去溝通嘅做 communication。咁呢個好明顯啱啦，因為咧基本上而家嘅電腦咧，佢都唔係話一個 stand alone 嘅電腦嚟嘅，佢唔係咧只能夠獨立操作嘅一部機器。咁佢一定要咧同其他電腦溝通得到咧 network 得到咧先至有用。而個 OS 咧。control 個 network bandwidth 控制咧個網絡嘅頻寬，嗱依個諗諗啱唔啱喎？咁咩叫 network 嘅 bandwidth 咧？即係講緊我哋上網啊連接網絡嘅速度有幾高？咁呢個係咪個 OS 咧去控制嘅咧？即係等於我 check 個電腦嘅 network 嘅 bandwidth， 即係通常有個 meter 會彈出嚟咁樣啊！你個 network 嘅 bandwidth 有幾多個 gigabit 啊、megabit 諸如此類。咁但係呢個網速咧，其實視乎係你個 network connection 個類別嘅嘛。例如你係用緊寬頻啊，定係窄頻啊，還是用緊光纖啊？咁呢啲咧都會影響個網速嘅嘛，個 bandwidth。咁咧就唔關個 OS 事嘅，或者咧即係基本上呢樣嘢唔係由個 OS 去 control。所以咧係唔啱啦。咁三 provide network security， 即係個 OS 會提供一啲網絡嘅安全嘅功能。或者保安措施，咁呢個明顯都啱嘅啦。即係例如啲 Windows 會提供一個 firewall 啊，等你咧個 network 咧冇容易咧俾一啲 hacker 咧入侵。咁所以答案咧就 one and three only， B for boy。好 ，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24題，呢題咧有接近一半嘅學生咧答啱。咁呢個題目咧就問喺 network connection 入邊啊，即係用 lease line 嘅好處咧俾 broadband。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是1、2、3。那 list line 呢我们叫专用线 ,broadband 就是宽频。那这里我们要解解什么叫 list line， 通常呢就是一些公司呢他们有不同的 office， 有不同的 branches。他们中间呢每一个 office 都有自己本身 network 的嘛。那 office 中间那怎样将它 connect 呢？ 那呢有些公司会用 list line， 就是专用线专属线去将它 connect。咁咩叫 lease line 咧？佢同普通嗰啲 broadband 啊，或者一般我哋屋企上網、家居上網嘅，即係寬頻有咩唔同咧？佢係屬於一個嘅 permanent 嘅 connection 嚟嘅，一個永久嘅 connection。即係條線係 fix 咗嘅，固定咗 connect 嘅，而且咧係 always active 嘅，即係咧經常都係活躍嘅。仲有咧係 dedicated 嘅，淨係專係俾佢用嘅啫，即係 dedicated。即係嚟呢條線咧，就唔會去咗另一間公司或者俾另一間機構咧去使用。咁當然咧，咁樣做法咧就係個 cost 一定高啲啊 ，more expensive 啦 ，lease line。因為條線咧即係 dedicate 咗咧俾你去使用。至於我哋平時咧屋企用個寬頻咧，我哋平時上網咧都仲有個 connect 嗰個 action 噶嘛。舉例，如果你熄咗個 modem 啊，或者熄個 router 咧，你下次再開個咧，佢都仲需要 connect 翻嗰個 broadband。所以個咧就唔係屬於一個 permanent 嘅 connection。咁另外咧，一般用嘅 broadband 咧，基本上咧即係 upload 咧係慢啲嘅嘛 ，slower。downlink 咧 ，download 咧就快啲嘅 ，faster。咁但係咧喺 list line 裏邊咧 ，uplink 咧同 downlink 嘅速度咧，基本上係一樣，唔會鴛鴦速度。所以我哋睇睇啦，即係 list line 嘅 advantage 1、2、3咧，邊個啱咧？一more reliable connection， 咁我哋搞完一輪之後咧，都覺得依個係啱嘅啦。第二啦 ，lower cost， 我明顯唔係啦，因為咧一定貴啲。三 ，guarantee bandwidth， 咁呢個都好明顯啱，即係咧保證咧你個頻寬咧有一定嘅水平。咁所以呢題答案咧 ，one and three only， 答案咧 ，C for cat。DSE 2019 ICT Paper 1A MC 第29題，呢一題咧考生答啱百分率41%。咁呢就其實係問咧 boolean expression 咧嗰啲嘅 values 啊，咁啊佢講明 A 是一個 integer 嘅 variable， 而 student 係 boolean。咁而家問咧1、2、3咧邊一個 expression 咧
及會出相同的結果。咁留意喎，佢 age 同 student 咧，佢冇俾個 value 俾你嘅，即係 age 幾多咧係唔知嘅 ，student 係 true 定 false 咧又係唔知。咁所以咧，你 evaluate 呢啲 expression 嘅時候咧，你就要去 assume 或者 let 一啲 values 咧俾 age 同埋 student。例如 age 我揀乜嘢 values 代落去咧，咁就都有個原則嘅，因為咧我哋 test data 啦，呢啲我哋叫咧代叫 test data 啦。盡量揀嗰啲 boundary condition 咯，即係嗰啲窄街嘅情況。咁咧就嗰啲咧就最少到真章。好喺個 case 睇落去咧，有個 boundary condition 咧係廿五嚟嘅，或者 boundary values。咁咧 A 上我 set 做廿五啦。咁 boolean 咧就簡單啲啦，佢唔係 true or false 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 assume 佢係 true 先啦。Let a student be true。A 上係等於廿五啦。咁我哋跟住可以將啲 values 代落去啦，廿五啦，廿五。咁我哋做啦，專揀啊 boundary values 去試 ，true。咁啊，廿五細過廿五啊 ，false 啊 ，true 等於 true 啦 ，false and true 啦，就係 false。咁另外第二句廿五，大家都係廿五，呢個係 true 啦。跟住咧 ，true 等於 false 係 false，true or false 係 true。咁但係冇忘記都仲有個 not 嘅，呢個就有個括喺度 ，not true。咁呢個就出題 false。頭先嗰都係 false。咁所以一二一樣嘅話，大家都係出 false 嘅。睇下第三句，咁咧廿五大過廿五啦，呢個係 false 啊 ，true 等於 true 係 true。False or true？True 喎，誒呢個 true 嚟嘅，所以咧呢個係 the odd man out 唔同嘅第三嗰句，所以答案咧一 and 二咧係出相同結果啊，就係 A for apple。咁留意喎，依個咧硬呢個 value 咧，你揀佢嘅時候咧真係有藝術嘅，攞去試下嘅，大家可以試下咧。你試下如果揀 let's say A 係20或者30咧。你未必試到一二一樣，你可能試到一二三都一樣嘅結果。咁所以呢題咧，其實考咧大家點樣揀嗰個 test data，test data 咧嗰個測試嘅 data 嘅條件啊，我哋盡量揀 boundary values。咁如果呢題咧你揀20啊同 true 咧，你就會試到三個都一樣嘅一二三，咁你就會揀得 default dog 嘅，就唔會揀 A 噶啦。所以難怪呢題咧當年咧都係得幾多學生答錯。DSE 2019 ICT P1A MC 第三題，李偉成啱啱有一半考生答啱。咁題目俾咗個 array n 啊，咁一二三四格咧就裝住 n 一係一 ，n 二係三 ，n 三係四 ，n 四係七。咁另外咧有個 algorithm 有對 pseudo code 咧就俾咗考生，咁就問你嘅 output 係咩？咁呢個典型咧 dry run pseudo code 嘅題目。咁我哋就寫低嗰啲 variables dry run table， 咁就 k 啦 ，i 啦，咁亦都有 n 嘅。留意，我哋寫得 K 啦 ，and then I， 咁啊有冇 output 嘅咧？咁樣睇睇個題目喎，呢度有句 output， 得一個 output 啫 ，output n 四，哦，原來其實最尾咧佢想揾 n 四係乜嘅啫，咁而上面有個 while do loop， 咁 loop 完咗大餐之後咧，咁只係需要知道 n 四乜咧，就係呢題題目嘅 output 啦。好，開始啦 ，K 係六，咁所以咧 K 係六啦 ，and then 跟住 I 咧係四。跟住個 while loop， 即係 as long as 呢個條件係 true 咧，你就要 do 一堆嘢啦。I 而家係四，四大個零咧係 true 嘅。咁另外咧 ，n i 減一，即係四減一，即係三啦。n 三大個 k 係六。n 三係咩啊 ？n 三就係五嚟嘅，五大個六係 false 噶。true and false 係 false， 誒？原來唔使 loop 嘅喎，因為開始咧已經係出咗個 false 嘅情況，咁所以一跳咧就跳咗落嚟依句嘅啦。n i 入個 k 落去，咁而家 k 嘅 moment 咧係六啊，咁 n i i 幾多 ？i 係四啦，即系 n 四係入個六落去，咁所以 output n 四，咁咪六咯，係咯，六就冚咗七啦。咁而且個答案咧都係六嚟嘅，
answer 係 C 咁樣。咁但係真係有冇咁著數咧？記住咧，就我哋真係要睇睇誒，佢真係考試咧，我哋要再 double check 呢個條件係咪真係第一次就已經 false 咧？咪再 double check 一次嘅。佢話 K 係六啦 ，I 係四啦，咁所以咧四大個零係 true 啦，呢個冇錯啦。N 啊嘛 ，N。I 是四減一，即係 N 三係五啊。嗱，關鍵五係大過 K 係六，五大過六係 false 啊 ，true and false 真係 false 喎，啊，即係依度冇得講，冇得拗啊，真係 false。false 就唔使 loop 噶啦，直接做依兩句，所以咧答案真係 C。